怎么啦？有，我有看到留言。我还没画完呢，什么东西？一个小时差不多，呵呵，没有了，那给我5分钟就好。Anki 的冷气怎么了？他家冷气管线接错，听起来是很大条的事情。有被安杰抽出来就很好，你是被我抽到，位置不强求，是很烂的意思吗？干嘛？我是冷气坏掉前辈，可是那不是他家的吗？我只是房东的，我的不是我家的。18周，哎，干嘛？刚开始说用力敲打也不会好，那只是愤怒的时候的一做法。嗨，库玛，我放个东西哦。
嘛啦？已经没有怎样，我吃完晚餐了，算是晚餐吗？算是傍晚的餐。哎，你不要再抓我数字。然后我现在剩下甜点。法式吐司那么早吃，因为我太晚起了。没办法看女神吃东西，还是有啊。哎，干嘛啦？早才有宵夜，宵夜是不需要理由的，好不好？无印棉花糖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超久没吃哎、欸，我超级久没吃哎、欸，不是我都忘了。自己煎的发，当然不是自己煎。宵夜要吃什么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哦，周末对阿翔，周末礼拜天超冷的哦，大家。礼拜天会冷爆，大家。冷爆了的那一种。21个甜圈太多了，三个就很饱了。反正在家，干嘛？怎么了，宝贝？
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一直叫！这么懒是听车的吗？不然要听什么？晚安，丽。周日降雨几率98%，周日超冷又超湿。这一个礼拜都会下雨啊，对，这个礼拜都会下雨。你今天怎么好哦 ？Your life， 好想出门，明天居然。湿的天气呀、啊，我家好像蛮暖，我家还好，现在25度，我刚刚有开暖气，穿短袖。但橘子就因此有，邻居有因此被烦到，对，有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。我真的太想睡觉，然后他真的太吵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这世界冷得发抖。我穿短袖耶，我家太暖了。那个甜点怎么比你晚餐分量还多？真的假的？我吃了一块面包，然后一份晚餐，傍晚的晚餐。越吃越多。那是甜点啊。晚安，晚安。哎，我超久没吃冰嘞，超久没吃可吗？新传女神吃吗？我现在这也哦是啊，这也是面包没错。谢谢 Best。 你前几天有吃红枣冰哦？你说那种？好，就是红豆冰，不是有一种是什么？红豆，红红黄黄的那种，是吗？我再已经很久没有冰了，我身材从没胖过，有啦，有啊，什么时候？去年吗？去年年中，年中，对对对，芋圆就是那个，荤桂。吃完饭了吗？吃了，潘森不敢吃的红红的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那个其实不难吃，我觉得其实蛮不错的。我一开始也觉得说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吃了一个就觉得蛮好吃的。哎呀，俊，我都胖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 ，That's right， 所以你们都看不出来。但我去年那阵子真的是蛮胖。辛苦了。
很苦了，很苦了。过敏牙齿，敏感性牙齿，敏感性。嗯，好香。40个月，你以为？觉得口感很怪？不会啊，其实我、哦、口感嘛，别人都是就是硬硬的、啊。我刚上班，没错，不过我也快开学嘞，要开始忙了。胖在看不出来的地方就是没有胖，还是有的。我吃东西看表情，你第一次看我吃东西是不是？嗨，蜜瓜。这学期课表是拆的满满满，这学期就还好，比上学期少一点啦。你已经低于一星期，哎、欸，星一没有，你提早开始就提早结束啊，没有人比较久或比较短，就是你提早开始提早结束，提早结束地狱的一切。嗯，谢谢阿烂，阿姐多胖也很漂亮，什么意思？谢谢阿烂。第一次看的东西，但是不是第一次看的，但是爱看一次就爱一次，夸张。那个草莓好好吃哦。通常是18周啊，是18周。我看一下我的，通常是18周吧，我记得教育部规定。对啊，我国大学没学习18周啊，没错。只有18周。我对教育部的规定没有，我只了解这个而已。那你没问题了，没错，你没问题。行，一般18，没错，一个好。晚安，晚安。嗯，干嘛？猫，干嘛？你要吃零食吗？你要吗？你要吃零食吗？啊？猫是不是？我是猫。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着这个小盒子？是小盒子吗？你要吃鱼鱼，还是要吃零食？嗯，宝贝。嗯？你要什么？嗯，请问我的头发好舔吗？好痒吗，宝贝？啊呜啊呜啊呜，好痛好痛！你扯到我头发。Thank you.
小时候现在抵触，越来越会抵挡我了。要爱咬，要你觉得痒，你这个奇怪的猫咪。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相怎么样？翻来覆去的，没什么睡相。他想怎么睡就怎么睡。汉吉吐，他还没有吐过毛球哎。我就因为我都有给他吃排毛粉吧，他还没有吐过毛球，他都会拉出来，直接拉出来，排出来，拉出来有点难听，他都会排出来。像生日蛋糕那样，对啊，就是像那样啊，那样叫有睡相吗？睡没睡相，吃没吃相？汉杰跟我一样躺床，对啊，他就躺在我旁边啊。我就躺我身上，他想躺哪就躺，他还可以躺椅子上，可以躺衣柜上，他想睡哪就睡哪。有什么时间开销？对呀、啊，那么可爱。努力的吃吃吃。吃啥？晚餐的甜点。我有个朋友也喜欢讲啥？吃啥？奇怪，奇怪的习惯。哎、啊，我拿到衣服了。切地瓜，我想去装个水。哪一个朋友？等下我去装个水。攻击我是不是？奇怪的猫咪。我没有要输你干嘛？还是你想要输？都收到了，都收到了。我们那时候讲的不就是这个颜色吗？安静，进来。Okay.
原本说黑色，后来想要啥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没有沙色的衣服啊。碳吉都不用润毛乳就可以毛那么顺。碳吉的毛超亮的。而且它很可爱的是，它就是喝水啊、吃饭啊，眼睛通常都是闭着的，就一脸很 enjoy 的感觉，超可爱。把这张好像是我吗？啊，现在多久？我昨天才帮他洗澡哎，现在有个香。重庆的阿杰，重庆的阿三，他一直都有。重回我的怀抱。接近。我直接以为这是啥？对啊，瑞瑞，可是我很喜欢，开心开心，赞赞的赞赞的，嗨嗨，雨，恭喜阿三！这桶真的很好吃啊，我没想到我可以吃完我点的全部东西，有点太厉害了。还好昨天是被小迪冲掉，给点尊重，给点尊重。感觉我可以到 M， 我觉得他一场是偏长的，就是还可以啊，大小是刚好。但感觉 M 是会更好，哈哈，自己讲。你穿什么？吃个津津有味，浓眉，好吃好吃。法式吐司，浓眉，冷掉也好吃啊。这还有这是什么谷麦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它的味道很。熟悉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
你还没有下班哦。怎么那么晚啊，阿翔？感觉也太好吃，草莓酱，草莓很好吃，谢谢潘生。你都七点下班啊？那你几点上班啊？十点。宝贝急，那你在看窗户外时间？我上班你就下班，赞啊！去吃饭吧，侯颖。表弟早上十点，不过很大包吃啊，硬性十点嘛，还是要弹性？弹性吧，这样说的话，走。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太懂。我的直播时间就是你忙碌工作的休息时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了。Just patient, time to shine.拜拜，草莓酱。非常弹性，感觉得出来。听探吉听得出来宝贝跟探吉的差别吗？探吉有时候也可以叫得很甜啊。伯承，应该比较听得懂 baby 吗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叫他 baby 啊，宝贝。他不理我，探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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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根本不想理我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跟小乙被我神抽26周？
很笑，无法控制啊，这个胖子，不要心碎，他不理我，对吧？睡得安稳，拜托。洗车耶，安静，安静。干嘛一直叫我？干嘛？我很吵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打扰到您了，小大小姐。红不拉几的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你们最新主题曲，不要那么的悲伤。安琪来，抱抱。哦。你怎么那么爱叫啊？哈。啊。很常叫叫就开始打哈欠，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字叫什么，我一直想不起来，天哪，我是生病了，打哈欠。不然扭屁股给我看，我不想看了。不要冲向我，一切都好。语文能力退化了，打哈欠想不起来。要不要抱抱，宝贝？啊，又打哈欠。你们没事的，很好的。那个句号哈。哎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今天到七点半，在用扭屁股写字，他哪有那么聪明？想睡觉了是吗？探景，他又转回去看他的窗户。探景沟通久了，开始不会说人话，毕竟我没什么朋友。你看完窗户啦？啊？嗯，没有零食了，没有。经常说哦，好好好，安安心。没有，今天到七点半。他看窗外也没有，他看不到吧？拜拜，心意，感恩。没什么朋友的好处，可以听得懂猫叫，我也是听不懂啊，其实。谢谢妹妹。探姐是不是在讨零食？他才刚吃完呢。大头绕跑，你也下班啦，请下班。
个玩具到远处，他没有玩具在我身边。他趴下了，他困手收了，感觉想睡了。打探井，其实他的角度看不太到楼下的人，他就是看，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视野比较矮一点。我现在在看 Breaking Bad， 对啊，我现在在看 Breaking Bad， 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谋杀入门课，我现在在看谋杀入门课跟 Breaking Bad， Breaking Bad 我看到第三集了，第三季第十三集。这是陷阱，真的要来搓头发，什么意思？好看啊。所以我学会什么什么 ？Jesse Pinkman， 眼睛好大，宝贝。翻身什么嘞？笑死！我说我学会谋杀了嘛，我才看第二季耶，第二集。他，我记得谋杀是我蛮久以前就有看到有人推荐，但是我都没有看。然后这几天看了第一集，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才看第二集啦，已经被我眼神杀死了，才没有吧？那么锐利，汉吉真的要睡着了，汉吉。僵尸校园超难看，龙妹也觉得很难看，我没有看哎、欸。汉吉，你想睡觉啦？不给你睡，谁叫你晚上都吵我睡觉？汉吉，你觉得还不错，可能你没看完《僵尸校园》是韩国的，对不对？还在看夜魔侠，夜魔侠是什么？你也觉得不错，博成。我 Murphy 看完了，好不好？我把 Netflix 上的看完了，傻眼。可是我没有去，就是去找他 Netflix 没上的集数，我没有找。我觉得 Netflix 上到哪，我就看到哪里。你比较喜欢看以前有道长那种僵尸片哦、我都还好，对僵尸我都还好。Marvel 系列，夜光侠是不是？嗯？怎么了，宝贝？纸房子都拖那么久，哎、欸，我都看完啦，系列。剧情太弱，你说僵尸校园？借口。嗯，谢喽，托瑞瑞，讨厌。安吉，你也是妈妈系列，月光侠、夜魔侠、月光侠。嗯，不要吵你是不是？我要吵你，你晚上都吵我睡觉，晚上吵我睡觉，然后白天一直睡，还躺在我身上，我动都动不了。
神剧哎，看得全身发麻，吓死人那一种。不过他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完全出乎意料。最近也看完《那酒店》，真的假的？好哦。哎，德鲁纳，我有说我的看完的心得嘛，就是 IU 很漂亮，然后指甲可以一直画，很羡慕。然后看不懂之后在干嘛？不会再看第二遍了。讲这种话。好。我竟然敢看的人他不怕，他没有很可怕啊。IU服装秀，对啊，我没有看华灯。不一样啦，谢伯承在看那集吗？对啊，好幼稚哦，我阿姐有喜欢看日本的校园爱情剧吗？我忘记我上一个看的日剧是什么嘞。大家好像真的以为三人是 BL 剧，是你在乱讲好不好？是你先开始的，但他真的是啊。而且其实说他是 BL 就有点剧透了，因为他其实是推理。心理层面的惊悚的一部剧。但它的剧情真的很猛，大家真的可以去看。最后一个才知道，对，最后一个你才知道，原来你在看 BL， 剧透，已经爆雷了，说他 BL 真的爆雷。我上次看的就《爱情起床号》，哦，对，《Morning Call》是吧？是吗？有点忘了。Morning Call 对吧？Good morning call， 爱情床号，对啦。你真的很可爱，可爱的。对，就是这一部。没错，柯南是栗子的爱。
什么？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生来帅气的吧，也没有啊。男生傲娇但互动很可爱，就是可爱的一部剧。还有什么美剧推的吗 ？Netflix 上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很多剧哎，我都慢慢看，慢慢看而已。啊，什么啦？我没有哎。《金石果传》我看完了，看完了，蛮久之前就看完了。好像他刚出的时候就看了吧，当然他集数很少啊，一下就没了。放着练听力也没有啦。嗯嗯，你到底你为什么要一直叫啦？我很真的很想听得懂你到底在讲什么哎、欸。你好多话哦，宝贝！天哪！宁静海我有看别人推过，可是我没有特别去看。今天话特别多，其实平常都蛮多的、啊。人好，但我没有看。跟我说话，他平常就在跟我说了，你懂吗？出尽的酬劳之类的，我都赚那么少了，你还想要酬劳？到现在还没看好，但有够劝剧的、啊，我真的没看，笑死！最近要找动漫，你最近也没安排要看什么？看起来。像那种一分钟一条鱼之类的，还有这样的。干嘛？太拖了吧？我没有很想看，可能我哪天真的不知道看什么，我就会去看。我现在是什么啊 ？Breaking Bad 跟谋杀在看，夜魔侠蛮推的，好，你就是夜魔侠最推的那个，好不好？
还没，快吃完了。定了就想赶快看完。慢慢看啊，不急。那咸鱼头吗？完了，好好吃哦！哦，真假瑞瑞，很酷哎！原来我喜欢吃法图，好像也没有特别，就是蛮好吃的。爸爸要不要？不要。长得超像，可是我没有看进去的剧。你在对什么牛屁屁？现在不会撞玻璃，现在就不太会了。牛屁屁是真的有一次在扭，就是那种狩猎的牛啊，就是狩猎牛屁股啊，瞄准的，猫咪在瞄准猎物，有时候都会扭屁股。听说我抽了你跟瑞瑞，对，怎么样？完美数字。
干嘛？已经到结束，他现在可以结交了，没错。怎么那么多石头啊？眼中闪闪什么？闪亮的慈母光辉。我 PP 有反应吗？没有。啥时候去结扎？三月吧。谢瑞瑞。新的时候，现在是大部分都是豆腐沙，可是还是会还是有一点点的石头，就是本来就混在一起的石头，还是会有一点，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夸张，以前真的是到处都是石头，到处都是它的矿沙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换了，我现在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已经换成豆腐沙，只是那个豆腐沙本来就这里面本来就有混着一点矿沙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，就是还是有一点矿沙，而且能也比较就是改善那个状况。它怎么带出来的肉球啊？床上简直可以挖矿，也是没有那么夸张啦。脚踩着一起带出来吗？对啊，一口迷人的小东西，没错，感觉睡个觉起床不流血，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？不流血就真的太夸张了，好吗？
球拉胚拉了一个阿三，好可爱，可爱。感觉好可爱，自己的喝水碗，他应该不想用吧？谢谢静音，谢谢阿凯。今天很秋，直接躺着播。该睡觉了，谢瑞瑞。可能会把它藏到洗衣机的后面。你说它的碗吗？一个礼拜也太久了吧，瑞瑞。我今天开到7:30，小姨。我上次还说前六后六，对啊，我前六个月后六个月啊。Every day is my birthday。被困了。奶奶，小姨。仪式的东西有可能哦。加3倍，我7000，千年老妖精了，好可怕！每天见到你给陪笑死。我也想要，谢谢玉鱼。每个队都要寄生礼物给我，不知道要送什么，送点务实的东西，务实、实用性的。嗯，
个困难的题目。请不要攻击我的脚，不要，走开啊！哎，走开！你的生物实在蛮务实的，七七的也太小哦。对啊，七七的是实用的。我都送什么给他们？我送什么？绝望了。嗨，红英。宝宝嘛，讨厌，还推送啊！谢樱桃猫，不送礼派，还是得送吧。送宝宝，他们应该不是很想要啊。跳过我房间最夸张的地方，跳过是什么意思？哇，你开始抗拒我了是不是？你说话，说，你开始抗拒我了是不是？手推下巴，对啊，讨厌，叛逆期真的。阿姐都送幸福，例如26抽之类。越暗的地方也越亮，叛逆期真的。阿三大玩偶头上之类的，好像有，好像他其实哪里都去过啦。我家也就那么小，对啊。冷气机也去过，冷气机上面也去过。你好幸福 ，I know。我家痊愈了，他早就了。探索100%，对啊。幸福攀升。洗衣机里面吗？是还没啦。
居家桌历摆前面工作是真的挺幸福的，幸福幸福。冷气机是怎么上去的？冷气吗？其实很好上，要只要上我的衣柜就非常容易上我的冷气了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。对啊，等探吉跟我一样想确实脱，就会想接受洗衣机里面了。其实他也有想进去吧，只是我都是，他们都是关起来的啊。衣柜要搬远一点，我衣柜要怎么搬远一点？我家就这么大，没得搬。我是想给他玩，想跟他玩什么？极限艇的王，没有这回事好吗？SS2 不是 soda， 这样有什么关系？我以前是讲 SO2 吧，我是说 SO2。发现探吉解锁开洗衣机盖，那他真的是很厉害耶，居然会开。我30分念排名哦，30，干嘛啦？30分，坏蛋。虽然要说收打滤镜说 S2O， 真的，居然，探吉想念排名，探吉有这回事吗？帮你梳梳毛毛，我不管，就是要梳，是掉毛怪。我昨天才洗的被子，今天又都是毛了。关我什么事？好呀，看你的毛没有那么长吧？啊，它出出来就这样啊，好痒。舒服是不是？梳毛舒服啊！
吃完了，就这样吧。吃完了，还有呢？你怎么那么多毛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吃完了，念排名喽。你要我干嘛？今天的第十名，喂，谢谢喂。第九名沙烂虾烂，第八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七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六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五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四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二名是静，谢谢静。第一名是地瓜，地瓜，地瓜又不见了。好啦，不输了啦。应该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纯橘后领。吃掉，笑死！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、陪我聊天、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！下礼拜见，辛苦啦，奶奶，奶奶，你进。为什么要咬我 ？OK， 好死！奶奶，奶奶和一奶奶一凡。奶奶桃猫，奶奶北，奶奶博成，奶奶黄鱼，奶奶俊颖，奶奶原 life， 奶奶思睿，奶奶幻想师，奶奶俊，奶奶玉然，奶奶伟，奶奶阿凯，奶奶原 life， 奶奶古早味，奶奶瑞瑞，奶奶阿翔，奶奶赖，奶奶大健，奶奶玉然，奶奶原 life， 奶奶。奶奶玉，奶奶小姨，奶奶你头猫。